1.5米高，留1米长发，小妹妹搞着阿妈。呢位住喺英国伦敦嘅8岁小妹妹，身高1.5米，但头发几乎有成1米长。原来佢系受4年前电影《魔法奇缘》影响，自此就留长头发到依家。打理咁长嘅头发绝唔简单，每日要用成2个钟洗头同吹干，仲要再花半个钟梳顺翻。小妹妹话长发已经系佢嘅乜头，点都唔会剪。梗系啦，打理啲头发嘅都唔系佢，系佢阿妈啫嘛。